最后一关的奖金争夺战即将拉开序幕，六大同盟剑指洛阳，比配合。我们怎么变老大？比指挥。五八、五九、六十公斤。比速度。五、四、三、二、一，到底哪一盟会是洛阳的霸主？我流手汗了，太紧张了。100万奖金又将花落谁家？最终关卡，洛阳争霸。马上下载《三国志战略版》，节目中的明星选手亲自教你玩游戏哦。终于来到拜托的盟友最后一集了，我是观察员小熊。嗨，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古阿莫。哇，上一集非常非常的紧张刺激、尔虞我诈的，今天呢又有这个上一集没有出现的来宾要来现身说法了。我们从左至右开始打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红队的盟主董玉然。Hello， 我是红队的外交官巧巧。Hello， 我是蓝队阿万斗狗的阿万。现在自己发现取这个队名自己讲有点羞耻了吗？没错，这是你取的队名吗？不是。那各位如果想要认识这些有料又有趣的大学生，都可以下载我们的《三国志战略版》到我们的兄弟伺服器，他们现在在当导师哦，非常好，可以去抱一下他们的大腿。那最后一关呢，就终于要打洛阳了。这关结束的话，其实就是最终胜负的出现了。那这一关选手是要两两结盟，然后联手打洛阳，所以上一集很重要，因为上一集是大家之间的关系。有没有我会不会挺你这个非常很重要，那谁打下洛阳耗时的最短呢，就可以拿下这个冠军。那这个结盟是很重义的耶。那我们两个要来预测一下，我们这次要预测两个，这次又更难猜了。我们要预测这一关的冠军跟全部积分的总冠军，然后一样有惩罚是吃柠檬，而且这次打洛阳的分数好像影响蛮重，是所以他有可能会让后面名次的人直接翻盘。真的哎，好，来，那我们来猜一下哦，你们要不要给我们一点提示？我要让你们吃柠檬。我们很喜欢放人证哦，对，像我们这么会放人证的人，可能就会赢到最后。对，枭雄，坏人是不是？是，对，这一，你要不要为自己说说话？我们先猜，不用啦，我们赢这一关谁赢嘛？你就分两次写嘛，因为左边写这一关，右边写总冠军，你要写一个。你看，我先写这跟总，然后这样写，这好，太可爱了，这跟总。我们要预测红队赢的、啊，对啊，我觉得红队很有机会。我总冠军应该会猜，你哪里有机会？感觉可以场外资讯哦。这个可以场外资讯哎，哎呀，怎么办、啊？盟主在这里支持一下吧。他现在是拉票，我在拉票，我在拉票。你害我，好，再改一下。看我开心的神情。每次选都很犹豫不决。那我这样，对啊，你刚犹豫成这样子，我初登场，我就开开心心，感觉上是不是会赢全场？好，有，我很相信你们的。来，你好了吗？我好了。好，一二三，我这场觉得红队赢，总冠军我觉得黄队、欸。我这场也选红队、哎，但我总冠军还是选红队。怎么会没有蓝色呢？可是，抱歉。可是刚刚我想说，巧巧有说你们怎么会赢，我就想说，那感觉是场外资讯。不可以打 pass， 我阿莫挺我啦。好吧，刚刚 pass 太明显，没关系，没有办法学你了，你知道。四大招风，总感觉你会被打爆。因为我相信你感同身受。你知道第一集我就是选你选到底，第二集也是选你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一直跟我说不可能，他们那个一定很快就会被压下去。所以我们这样，我们是一起不用吃柠檬，还是一起吃柠檬？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比赛是怎么样的。最终关卡，洛阳争霸。在这一关里，参赛联盟将挑战攻打洛阳，六大同盟将两两结盟，组成三大势力。以势力为单位，各自进行攻城挑战。从阵营任意成员接触到满耐久值的洛阳开始，到成功攻占为止所消耗的时间，即为本关成绩。按速度快至慢，可获得不同积分。第一名40分，第二名25分，第三名15分。如在50分钟内未攻下洛阳，则代表挑战失败。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指定时间内攻下洛阳，还将有额外积分加成哦。经历过前几关的恩怨情仇，面对团队配合无比重要的最终关卡，六支队伍将会如何选择队友呢？我觉得我们在
在后来的两场战斗基本上都是在选择，我们就算连第二关的孤岛也是在选择。我讲最后一点，就因为刚刚如果你们没挡我，我们应该会赢。对，你们没挡我们就赢了。对，前三因为城我们打得下。与此同时，不再讨论现场的红黑两队又在作何打算呢？那个红队有讨论好说，我们的洛阳的主力还有器械的配置，以及战法点该怎么点，工程的顺序也都有讲清楚、讲明白。我们到时候就是听他们的指挥。纸将或者是城将，你都已经装上去了，或者是上战法，他就不会被断掉，所以就可以随便用剩下的这些局将把组队觉醒。看起来红黑两队早早的定下结盟关系，已经开始讨论策略了。那么其他四支情况尚不明朗的队伍究竟会如何结盟呢？我们住在帐篷里面其实很尴尬，因为哪里去哪里都不行。奸雄本色，喂，这刚刚都被骗一轮了。对对对，大家都很讨厌我们。但最后一关不是就只是一起结盟打洛阳，会打到别队吗？不会不会不会碰到别队。可是像刚白队就有说，等一下如果我并到黄队，我就把你拉下来啊。对啊，我一定把你拉下来。但是因为他是选的吧，对，所以黄队应该也不会去选刚刚被试过的。可是如果黄队是剩下来的，那就只能跟白队。因为其实如果比较后面名次的人，他们已经就是分数这样没差啊，那我今天就不陪你打，因为反正洛阳这个东西已经算好了，是没办法用几车打下来的。对。请问想跟小乔流水人家结为友盟的，请往前站一步。哦，很多，你们都要抢小乔流水人家，请闭上眼睛，伸出你的手。那么就请两位来决定一下要跟谁结盟哦，请选择。恭喜结为同盟。请问想跟枭雄本色结为友盟的，请往前站一步。就是如果按照原本的三人小组的话，原本三是没办法这样分的。他们有人觉得说他是被孤立的那一个，对，然后有人觉得说他不会被孤立，所以才会有这样后面的拉扯。这中间还有一点是，他们有一个时间是只有外交官可以去外交，所以那时候巧巧才会把外交官换掉，就是这件事之后。那一个时候如果让我们外交，其实结果可能不一样，因为其实我是愿意去跟白队的。对，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外交时间给我们，我们真的有人觉得会觉得我们是被孤立的那个，因为蓝队跟绿在一起啊，我们就没有啊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最赢啊，他们就是不想要让我们赢，就是你知道那种心情是很纠葛的，爱恨不相信我们，对，哎，不是这样子讲哦，讲好一二三，那不是啊，讨厌，那这样紫红队当时的打法是思路考量是什么？因为你们一定也是要分析一下其他联就结盟的状况吧。基本上我们前三关我们就是有稍微算过那个分数之后，是就我们其实在第四关那个决策就自己打到第一就好，因为我其实对我们自己的战术很有自信，所以然后第一周黑队他们也可以得第二名，那其他四队他们怎么分我们就没有过多的去参与和关注这样。做好自己，因为第三关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成功把黄队拖下水了。我想问一下，就是红队你们最一开始就从一开始就一直决定要跟黑队是铁盟了哦。对啊，我们从第一关开始，因为其实看那个规则就已经知道说第四关才是最关键的，那所以我们会从第一关就打算培养默契，所以我们一到四基本上我们都是以两个盟结盟的前提下去做战略的部署这样。为什么蓝队感觉都很少跟别人有什么那种交流啊，或者你们真的太认真？有吗？我觉得很多啊。你有在攻心计的吗？还是没有？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就
大概就是有偏向三方合作了。对，其实所以就其实也不用太多。我那时候其实有这时候就比较慢，是因为我们真的是想说我们三方合作，因为我们毕竟就是本来就是很好的朋友，然后我们也倾向我们以后是很好的盟友。这句话说出来了，等一下就看看是不是真的是很好的朋友跟盟友。你跟阿问这个差异，我现在阿问我发现了，住在这里的人。都是擦眼泪，对，都是擦眼泪。我这安排过，对不对？这个座位，每水不是很好，是情绪都很紧，情绪都不太好。好，那在目前看上去，好像红黑组合是最强的。那这一关的战略建筑主要是干扰作用了吗？他们这一关总共会分三个地图，两个同盟的队伍会在那个地图一起联合去攻打洛阳，所以你可以丢战略建筑去别人的地图，影响别人攻打洛阳的速度，挡他们。对，那你看像红色跟黑色，他们可能比较没有得罪人，没有人丢战略建筑在他们的地图上，他们可能会去丢别人，所以我们可以看阿湾为什么会打算这样子丢你的战略建筑。其实我是丢红色，因为我觉得他们蛮有冠军相。你们其实也得到很多战略建筑。对，得到很多战略建筑。他们可能是最多的啦，其实。对，因为我就是把洛阳稍微分格子围一下摆箭塔，就是怎么样去都会碰到，所以他一定要先拆。还是有一点要浪费一点他们的体力这样子。哦，不错不错。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作战策略是什么呢？是我们最后的一关，然后想说恳请大家出兵，然后享受最后的一关。上一轮，上一轮外交我们拿刀过去，你不出兵，你这边全部给我不玩啊！这一把半多出兵，出兵上兵。上一轮我过去，哎呀，这怎么样？如果你们都在打，我就会记住。没有，四十加四十已经分差不够，真的吗？分差不够，四十分以内，加十二是五十二，不是分差还是不够，没有嘛？因为我你要思考哦，我们都已经认真打了，他们其他四没有啦，可不认。我就假设我们第一啦，我们第一，那队第二，那两队都比我们高。对啊，然后我们第一，那两队，那他们也都比我们高，对啊，就怎么样都没有，怎么样都没关系啊。我们怎么变老大了？看来不及了啦，现在下跪太晚了啦，背叛别人现在要道歉，真的是这种嘴脸真的是不行，不行啊！哎，要小心背刺哦，小心背刺吗？要小心背叛哦，他们刚四个跪在那，我们背刺，要小心。终极大战一触即发，三支状况截然不同的阵营，究竟各会采取怎样的策略呢？我们就在那里准备，然后司马一队准备，然后5、4、3、2、1，然后再喊下一个，然后我们两个帐篷一起喊。5、4、3、2、1是按出发，出发，按工程。所以流程就是会先，就是我们会先大声的喊司马一队准备，然后5、4、3、2、1。出战这样子，你看一下，这个叫城防部队，这个叫城防守军。对，我们主力要把城防部队全部打掉之后，开始派车打城防守军。这时候的主力就立刻按20级回去，回去完之后下阵，把另外5队器械上来。所以就是当我们的器械开始进攻的时候，对，的内瞬间把这个。对。你们怎么那么优秀啊？对不对？我觉得我们这一组超棒。对啊。不管其他人如何，我们反正我们会是一起。那如果真的不行，我们两组也会以我们的分数为重，分数提升为重。我们不会，其他人他们四个要怎么打随便他们打，反正我们两个会以我们为重。变成说我们跟他们合作的话，变成说我们会是比较辅助他们的那一边。对，那我觉得说以他们的名次为重，我们也 OK。那因为我们两盟讨论，他们也是有在为我们的名次做设想。等于说我们两边还是算互惠比较多，但是我们这组新手比较多，所以我们这一盟会比较偏打辅助的角色，铁一般的兄弟。
哎，你是跟黑队原本私下就有认识吗？没有，是因为玩这个，是因为玩这个，然后是在玩的时候场外认识的，这么感人，哇，运气蛮好的，刚好遇到朋友，哎，互相都可以坚持到底，对啊，嗯，等于是黑队已经认定要就是帮红队，自己没差，哎，嗯，新手就直接去招他阿万的。新手全部直接阿万的哦，我觉得自私化，全部人都一样，对，全部都一样。阿万配完等我们，不然我讲几对，你们想一下啦，不然如果配不好，很好笑，真的吗？三四甲桃园盾肉攻，然后一个人出四对主力啦，真的要四对，因为比较保险，这样是112啊。7:30:20撞到的话是7:28就按下去，嗯，对，然后你要看啊，这两个距离一样。那我觉得多多少少有点误差，那没关系啊，嗯。那你看这个三格的，就是20秒，嗯，所以你要在7:30的时候按下去，5859/60攻击这个，然后再干。对对对，再干。好，然后之后干完之后就要回来刘备。得益于稳定的盟友关系，黑红阵营和蓝绿阵营的风格都相当稳健。那么气氛截然相反的黄白阵营，此时，哎呀，稀客，啊，哎呀，哎呀，蓬荜生辉啊，各位，哎呀，哎呀，百姓来了，哎呀，哥来了，现在最屌，现在最屌的就是这一队了，现在最屌的就是，就跟你们讲要好好教好吗？现在我看你们就很紧张，哎，加油，加油。舍得来了是不是？快雷拉来了，哎，鼓掌鼓掌鼓掌！我们还想在这边站一下，我们也想被跪，别这样，别这样，不要不要不要！哎，我跪你们的时候，你们的态度呢？好了，拜托刘玉快了，拜托了！现在，哎，我去跪他们，谁来了？以母的姿态出来了。哎，等一下，我没有烦你啊，没有烦你啊，谁啊？莫名其妙对吗？没错。哎，真的，你们说说看是吧？对啊。好了。哎，结果，大家正式来泡茶的吗？我们在泡茶的吗？聊茶的。哦，聊聊天是不是？过来这边。OK OK。好啊，那不是结盟的吗？到我们结盟了，我们来讨论战术啊！讨论战术啊！我们跪在地上。他们来找我们讨论战术。哇塞！我也在想战术。那我们就先离开了，好不好？对对对，你们啊，请，看有什么需要跟我们说。好，加油！没问题，加油！好，加油！你要一开始就好怼人家。你们这样等于我们第一的话，你们已经拿冠军吗？对，就是。因为50万奖金，我觉得是，这也是蛮多的。哎，我不知道怎么办。对，就50万奖金其实也是蛮多的。哦，奖金好说吗？还是我们先说好？先说好的话，剩多久时间？2分钟，你有2分钟的时间。那还要大家同意。对啊，那所以你们要回去讨论一下。现在不能出来了。分秒必争哦。那我们现在要分秒必争哦。怎么办？分秒必争哦。那你们觉得我们一个人可以分到一怎么样？还是他们请我们吃一顿饭，这样 OK？ 我们等一下跟学员讨论一下。欸，给我请我吃一顿饭，他们要付钱给我呢。那一小时多少钱呢？是。等一下，我会帮你额外谈一个。谢谢。好不容易谈妥条件，黄白联盟终于也开始了战术讨论。我没有打过洛阳，第一步。我那边都是跟团打洛阳，没有人带队，都是上去碰撞，然后就走了。白队在这一关非常有优势，因为是因为他们打洛阳是有得名次，他们的盟他们是几乎整个盟都打过洛阳的，然后所以我们黄队是完全没有，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问他怎么打，所以那时候讨论时间其实很短，我们就说怎么办，怎么打这样子。他们整队都打过啊？应该是说大部分人都打过，而且基本上就是他们的主导者打过，这个只要告诉他们怎么压苗，就是。如果有压对的话，应该都会过。十队全部调动到营帐，顺便听一下，第一个步骤就这样，如此简单。第二个铺路，往上铺，靠近洛阳，往上走到点，然后前五格盖营帐巨马，后五格盖营帐巨马，然后这是第二步骤，再来第三步骤，车停这一排五格，器械停这一排五格，
好，我们事情结束。后面是三的，后面是三，我们就直接斜了过去，因为还是可以斜，那还是以算一格为主，他们都是一次一格。好，好，那再来就等湿气。好，两边确定都排序好。那你的控制要拉，其实不用拉，不用拉，一格就好。他们可以吗？大家都是一格。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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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这个打成是最快最稳的一个点，然后再来，我现在是6:02，假如说我五分要打，6:05打，好，主力上去，从上面来讲上去，最后第五格开始促成，假如说最后一格到洛阳时间2分钟，所以是3分就准时移动，那第四格可能是1分45秒，那就换他移动。然后反正所有的促成时间都压在准时的五分的时间，6:05的时间。那促完之后，我们会统一看到他铸成守军为零的时速。不可能，你一定要在铸成守军为零的前车就要走，车就要走。你一定是比如说我们20秒，我们的主力就是要打完这洛阳守军，所以你在。你预计比如说6:05、5:20秒的时候，你的车最后一队就开始走。好，你要知道有个，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两边的主力加起来，一边是1人5队，总共是14个人，所以大概有120队主力在打。120队主力在打洛阳的时候，伺服器会有延时跟 bug。对，所以就是看我们，我跟你讲，真的要抓的话，就是关键就是看谁抓主力跟器械的间隔最短。谁就赢？如果大家都一样的话，如果这一关，现在这一关真的要抓的话，我们预计1分钟。他们现在在坚持，就是到底要准时还是往后？我是怕铸成还没打完，我们可以 check 撞上去。我们可以 check 剩多少，然后可以听 call 吧，稍微估计一下啊。一轮没有打完那个铸成，那我们就是不用赢了，对吧？我们可以抓一下吧。对，我们等于要等10分钟了。对啊，我们所以不管怎样就是。车就跟着上去，如果没打完，我们就是不用了。对，就打薄一点，是不是？就大家一次结束。对，就是真的。对了，因为我们要标准赢或输都一次结束，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拼第一嘛。然后这时候我还没有教我们怎么打哦，他们还在讨论，他们在讨论战术哎。对，我们还没有教我们怎麼打。各位的言下之意就是，难怪他们最低分。没有这个谋略啊。没关系，我听全盘听你指挥啊。那我们就决定抓30秒。五分促成，30秒换车上，大家自己抓好时间。刚刚也是拿出12万分的，我们真的是用最大的诚意去交涉。对对，由于老师就是说他这辈子没有跪，就是没有跪下过，他今天是就是你知道去拜托他们，那当然就是我们大家就是拿出12万分的诚意，然后同时也。有私底下成立一些交易，然后我们说服他们，让他们愿意帮我们一起打洛阳。但是，就是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尽兴的参与完每一场赛事嘛。对，虽然我们交涉一些利益的东西，不过最后还是想说打出一个漂亮的成绩，当做一个 ending。你怎么可能说今天来了？毕竟两三天的一个，我们大家一起同盟，不管是今天被然后说被自己人，有没有同盟，有一些纠葛。对对对，也是相处了。一段日子，然后真的是，其实觉得时间很长哎，现在才短短2天，跟他们觉得哇，建立了好多好多的恩怨情深。对，有。然后我觉得还是就是尽情的玩，对，尽情的就是参加这场比赛。没错，那我们现在虽然是第一名，但是形势对我们不是很有利。对，为什么？因为这个关卡对我本人是很陌生的，对我是没有打过的。那其他的盟友的话，有一两个是有比较有经验，可是如果单靠一两个要带动全体的话，会有一点小困难。对，那我们刚刚有跟我们的友盟去做商讨，对，然后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友盟，因为他们真的里头还蛮多人是有经验的，而且怎么讲，刚刚的那个五味杂陈的那个感觉还在，因为现在要帮助我们的友盟。是我们背弃的放弃的盟友，对，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一场赌注，对，对他们也是，对。那当然，我们也有跟他们谈一些类似像利益交换的东西，对。那接下来就是大家就是在准备中吧，就是调整一下心态，然后尽可能去多了解一下，说等一下应该要怎么做。终于进入比赛的冲刺环节，紧张刺激的工程现在开始。3、2、1，然后下一队造影。
赵云哦，现在按赵云哦。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哎，等一下看，等一下我屏幕这边会写驻城部队，然后这边这边到零的时候，我们七阶就全部按。零，撤撤撤撤，全部回去，全部回去，车上。七阶，七阶，走啊！主力的最重要，主力一定要三十分，然后要在二十秒内把主力点完，知道吗？二十秒内一定要，好不好？这超级重要。向前，向前，向前，对车，车子。还有一队，啊，还有一队，那队那队也要停。我有点有点蛮怪。魏兄，没关系，组组队的话就算了。叫这么大，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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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时间，赶快出去就好了。副组队，组队时间到就好，然后车队的后退。对不起，对不起各位，赶快。没事没事，发动就好，不要讲话，发动就好，发动就好，发动就好。你坐公五就好吗？车五下一个是阿姨，阿姨公吗？车五下一个公了吗？阿姨，你来这边。哎，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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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准备，我准备，按到这边，五六七，按到车，车五上，车五上，就已经过了。你要说上，上上，车五上，上，没事了。我想点这个车，脑顶工程，脑顶工程。哦，没事没事。车是准备，车是准备，车是准备。就这样，来，再点一个，再点一个，现在就点车是找到，先找到车是。主力自己抓一下主五的时间哦。等一下，等一下，开会喽。其实他们这样压秒，其实对新手还不太友善。对对对，就是你要看好自己的队出发。其实我们是新手，嗯，因为每队其实都有好几个新手嘛。对，其实要容错率很大、啊。他们是把那个理想值放得很好。嗯，你刚刚已经上，他说上。车三，车四还没啦。白队底下声音有够多的。真的麻烦，效率太慢了。嗯，车室上，上不高。还有五十几秒，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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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加我，让三万多都够。数学系的说应该就 OK 了。我流手汗了，太紧张了。两千，再40分，有在四十分内吗？有。秒数快，秒数快到了，开始跳。紧张哎，很紧张。看起来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失误，最后就是比时间啊，谁的车走得比较快了。我们刚才从一开始就好兄弟啊，因为他们也很相信我、啊，所以我们就给予双方一样的感觉。对，障碍物他们的那一边比较多，反正我们的计划那个障碍物不影响太多了，等他们拆完，我们再约好时间一起压秒就好。比较感谢酷炫。因为他对，因为我们刚看工程手工是酷炫，等于说，打下这一座，对，工程值最高，对，打下这座城耐久打最多的是酷炫，哦，真的，对，因为哇，因为你十队，因为你十队全部都是车直接上去的，对，哦，
所以你是最多的，谢谢。然后打下来最多的是刘轩，刚好他们两位。哦，对，那其他朋友也都很努力，好像出也没有什么出差错吧？我看，因为盟主就对啊，我自己出包，所以我刚画面一直不敢动，我就一直停在那边。对，盟主很谦虚，不错，我喜欢。但我更喜欢刘轩。好，攻城大战差距往往只在分秒之间，最终的结果是要来跟大家公布一下最后的总排名了。好，那我们先从第三名开始好了。第三名本次的季军，他的总积分是57分。第三名，恭喜阿万的魔。我觉得有点可惜啦，不是自己啦，就是盟友。对，因为已经大概知道结果了嘛，本来是很想要就是包揽前三名，对，但是最后没有达成，很可惜，很可惜。对，那但这一次的活动我真的觉得办得很精彩，而且过程相信大家应该都很享受啦。嗯，对，就从一开始大家都还不熟，然后很多人对游戏也很陌生，然后慢慢到现在，我相信，对，应该都很有概念了吧？对啊，所以很开心可以参加这一次的实境秀，真的。亚军的总积分是62分，亚军，恭喜，奖金还没换。我吕布，我们这整队字典里面没有放弃这两个字。还有 punchline， 更没有背叛这两个字。我想这一次的高低起伏，就是在说明了团结的重要性。是，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感谢小桥流水。他们真的是我们铁一般的兄弟，从第一关到第四关，就是这么挺我们，然后我们之间从来没有任何的嫌隙或是怀疑。对，那第二个我要感谢我们的队友，因为我们有一半的人都没玩过，然后对，就新手，然后但是我们另外一半会玩的人都有在教不会玩的同学。他们在这两天在技术上真的非常的精益求精。我觉得大家同学们都表现得非常好，我觉得他们学的实在是非常的快，对啊，蛮出乎我意料的。奖金还没会，功成列地我最会，你们全部都很配。谢谢。紧张刺激的一刻，究竟冠军奖落谁家呢？冠军得主是80分，小桥流水人家。上台，恭喜获得冠军，奖金50万元。耶！很棒呢。谢谢我们辛苦的队友，然后还有辛苦的 KOL， 因为其实我觉得。KOL 他们真的很认真的配合我们打，虽然他们对游戏里面的战略不是很熟嘛，对应该也不是很熟，但是他们真的很熟。蛮熟的。好好讲话，全服第二哦。OK， 我是全服第二。就是、他们真的很认真的在参与我们的讨论，然后也很认真的配合我们的战略。然后我们后面辛苦的队友，其实他们都是我可能提出一个大概的想法的时候，他们会。不断的把这些战略去完善，然后包括我们有负责配对的技术组，就是我们所有的奖励都是他们写的，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去提，然后把后一天的1、2、3、4关的配对跟所有的可能都先写下来，然后先记录下来，然后也感谢我们的朋友，奖金还没汇，然
然后他们也是很配合我们会一起讨论战术，然后一起说，而且我们在利益上是比较没有，去做区分的，就是我们两个就是铁盟。好，然后也谢谢辛苦的工作人员。然后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的介绍词？好，你们一起讲。我们一起讲好了。遥想公瑾当年，小桥流水人家，雄姿英发。50万我先讲。我们有两个外交官。对，我们基本上两个轮流当外交官，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用美人计，那我当然是用那个帅哥计之类的。对，因为一开始其实我们虽然说有点第一名的时候，第二场的时候被打下来。好，那这边除了感谢大家的团结以外，那也谢谢这个奖金还没汇，而且很关键的就是那个课多少，最后愿意选择相信我们，因为其实白金跟课多少还是蛮好的朋友，但是我们其实没有像那个盟主跟那个课金都先讲好了，对啊，所以后面能够逆转，我是蛮谢谢那个课多少的帮忙。所以这款游戏让我了解到，除了用谋略以外，对不对？外交的部分很重要，而且大家团结是很重要的。好，团结这一点就是我们选择不背刺，所以才能够稳操胜券。我就是美人计，那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啊？请问你们觉得有用吗？有没有影响到很深？谢谢。我记得我是有去拉黄队的手吗？还是拉蓝队？我感觉到有被拉到。对，你一直拉着我的手嘛，对。然后是非常谢谢课多少跟就是奖金海美会，因为其实一开始跟课多少有点小误会，但后来靠百姓去讲之后，然后也很谢谢课多少愿意再选择相信我们一次，那也谢谢肖琼后面的背弃，我们才有办法打赢这场胜仗，所以你们也有帮忙在内，所以还是要谢谢你们。所以其实这款哇，美人计，干嘛？所以其实这款游戏就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虽然在比赛的时候大家都有点小走心，但是那个机器一停录之后，其实大家要回复到朋友的状态，所以这款游戏其实还是可以友善交友的，对，所以很推荐你们来玩哦。三国志战略版，拜托盟友，耶！这一关的总冠军就是红黑嘛，你们就是默契值很好，你看私交还是有用的耶，就有好赛场上有好朋友还是没有用的。那个策略很关键，就是大家没打过，所以保守一点，保守。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翻车真的什么就都没了，真的。如果没翻。你就是太招摇，一开始太招摇，不然一开始其实差10秒我们就赢。分太准。好，那所以我们来看总积分，第一名就是真的是红队，恭喜！啊，对，我要吃一个，我有一个，我猜黄色，你们猜，好可怜。我们落到最后，因为真的积分算太重了，没有打过去就是没有那个分数。其实从天菜来的时候，每一关他们每一关都很认真，真的，但最后都沦为工具人，然后惨败。你为什么每次讲话都能一针见血？就蛮想访问他们到底是用了什么策略可以变成这样？对，怎么发展成这样子？怎么能够让人生走得这么悲惨？感觉就是看错人啊！就像你说的黑队就好运啊，他们就是也没有想干嘛，也没有想要弄新，然后就遇到一个好的。你看他们这样比就。好像不要想太多的，反而都对比较好的选择。也没有怀疑这个，今天到了一个第二名，你先怀疑别对方，对方其实也感受得到，他就也怀疑你，你们两个最后就可能会互相搞来搞去。黑队就是自始至终都想说一直帮红队好了，然后也没想搞什么，对，搞什么，他就第二名，爽爽的拿一个第二名，这个策略很高明，分享给大家，下一季比赛大家就知道怎么选对人当工具。不是选对，要看准是谁，不会抛弃你。本场赛事呢，感谢 ROG 提供给所有的选手 ROG 风范 S 系列手机。
ROG Phone 5S 系列手机呢，有着绝佳的效能、极致的散热以及流畅的萤幕触控，给玩家最顶级的游戏体验。同时呢，我们也要感谢南港老爷提供给所有的选手台北的住宿。最后呢，我们要感谢 Plane 9以及 Predator Shot。Predator Shot 呢是唯一有添加叶黄素的能量饮料，陪选手挑战每一刻。最后呢，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现在呢，只要注册 Plane 9的账号呢，就可以拥有商城好礼，大家赶快去注册哦。